经理，您看看这鞋，一上手就不一样，是吧？鞋子的质量还不错嘛。啊，这头层皮做的，保证穿两年穿不坏。哪个厂的？温州万顺风鞋厂。温州的。啊。那行吧，你拿回去，我呀不要了。不是，你刚才说我的鞋子质量不错嘛？实话告诉你吧，现在整个市场呀，温州的牌子啊已经臭了，质量再好我也不会要的。 算账，算账干什么？你看看还多少钱，我把我那份拿走，我不干了。哎，为什么不干了？鞋都卖不出去，全在仓库里压着，工人们都罢工了，这还怎么干？我不可能在一棵树上吊死。你赶紧算账，我先走。不是，你也知道我没有这个权利，你得等厂长回来。他那一根筋，等他回来，我还不饿死了。不是你这人怎么不讲义气呀？啊？ 咱们可是桃园三结义，你厚道一点好吗？什么厚道不厚道的？一家老小总得吃饭吧。我厂长，这应该怎么办？再发支不干了。厂长，怎么回事？来了，来了，工资发上去，该给我们发工资了吧？工资，发工资。 安静，安静！大家静一静，大家静一静。安静，我想两句话，好不好？哎，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们开工资啊？听我讲两句。厂长，该给我们发工资了吧？哎，工资拖欠多少？太久了。好好好，没发工资的事情是我不好，是我这个厂长没干好。就是你。说实话吧，今天到底能不能发工资？能不能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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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总得对对账啊。对，半个小时，不差半个小时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我们过去。厂长，鞋都卖出去了。你没看到车把鞋都拉回来了吗？一双都没卖啊！吴磊们把温州鞋烧了之后，我们温州鞋就算彻底臭了。各位，什么？那咱们不是把鞋那个质量已经提高了吗？亏你还教过书呢。你不知道那句话怎么讲？那句话那个谈虎色变，你懂不懂？我懂啊。那你得帮我弄点水喝嘛。哦。哎，给给给，喝我的，慢点喝。现在全世界都不跟你谈质量，一听说是温州鞋，一概不买。先跑杭州，白跑一趟，我不甘心，我又去了趟丽水，没有一家商店愿意要我们温州鞋，卖温州鞋就好像是卖苍蝇一样。门口上还挂着本店绝无温州货这种牌子，我嘴巴都说破了，鞋底都跑穿了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厂长，让思想算算账吧。
我想先把钱分了。哼，唐立头，你什么时候说话也学着拐弯抹角了？我没绕弯，我不干了，我不能在这儿等死啊！只能同甘，不能共苦。你这是一把刀扎在我心窝子了。识时务者为俊杰呀。那好，我也不拦你。我劝你们也别干了，这工厂现在转不起来了，再干就都赔进去了。四眼，给唐林头结账吧。行。我周万顺遇到任何困难，我从来没有怕过。没钱了，我周万顺只要有心气儿在，我一定能把它翻过来。可是现在人心散了。这工厂本来是我们三个人合开的，你关公都不愿意跟刘备干了，刘备还瞎折腾什么呢？是吧？算账吧，算账吧。四眼啊，那工人工资先开好了。没有钱的话，那鞋底。行。这够咱们几个月工资。回家。这帮人真是。家走吧。三个月没房租，就给90000皮鞋。工人都走了，都走了，就剩这十几双鞋了。一会儿啊，咱们把它分了吧。四眼，我们还剩多少钱？我们还剩下2378.1毛。按咱们那个出资比例分配，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谈什么狗屁出资比例呀？我们就三个人平分完了就算了。那咱们还欠人家赵长卫的房租18000块钱。哎，啊，周万顺，周万顺，周万顺，周老板，我的钱，把我的房租还给我。我说你先别急，先别急，我们正谈着你的事儿呢。你别耍赖，你那些鞋我不要，你要是不给我钱，我就和你拼命。我周万顺从来就不是耍赖的人，可是我现在没钱。但我一定想办法把钱还给你。你看我现在厂里的设备虽然不新吧，但是我卖一卖还能值个几万块钱。等我把这个设备处理完了之后，再把钱还给你，好不好？你拉倒吧你！现在温州鞋都臭了，谁还要你这些做鞋的设备啊？那你要不信的话，那我也没有办法了。那你把我人命拿走好了，我这命还不值那么多钱呢。就这话了。怎么样，有眉目没有？你呢？一早跑了4家鞋厂了，只有一家开工，还半死不拉活的。老板还在急着低价出售他的机器设备啊。完了，彻底的完了，这回咱们真的倾家荡产了。四爷，四爷别哭，四爷不要哭。四爷，人只要活着就不要怕，人只要活着就能把钱再挣回来。再说了，这也不是第一次栽跟头了，我还在监狱里面蹲过1年多呢。你放心，放心，四爷，钱的问题，让我来想办法。